看看新闻网。除了每年的11月11号被单身人士称为光棍节之外呢，现在新出来了，说1月11号被大家称为小光棍节。难道是因为光棍太多，一个节不够用了？反正节多不愁啊。在小光棍节到来之际呢，杨宗纬也是作为小光棍的代表人物，参加了一场以告别单身为主题的演唱会。主题呢是很振奋的，但是谈到单身这件事情呢，怎么看着杨宗纬就有点挡不住的黯然神伤呢？来到告别单身演唱会，来上一首《对爱渴望》，这寓意还用说吗？一曲唱罢，杨宗纬直截了当表明来意。希望在场的各位能够借由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，认识你身边的朋友，然后告别单身。仔细一想，向来低调内敛的杨宗纬出道7年，不要说有没有对象了，就连绯闻那都是没有过的呀。再掐指一算，杨宗纬同学，你都36岁了，要说告别单身，还得您先请啊。我自己会努力，我相信，但是我已经把我自己，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的音乐。妈呀，听起来真是好心酸啊。音乐和爱情还是需要两不误的好吗？随即又为大家送上了一首原创歌曲，用心听听歌词，小编也是醉了，杨同学在感情里伤得看来是不轻啊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唱一首歌沉默在手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娱乐新天地，淡淡的哀愁，上海采访报道。